什么是德呀？临阵能制胜，不使将士枉死是德；治国能安民，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。在劫难他人之前，先问问自己有否恪尽职守，再问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上不愧于君府，下不愧于小民。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，占天下之半，皆不纳赋；小民百姓能耕之田，不及天下之半，却要纳天下之税，这更是人人皆知，人人不言。文官袍服上织的是禽，武官袍服上绣的是兽，穿上这身袍服，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？动之以权势，诱之以名利，这是储君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南巡庙堂之高，殿下可知道天下万姓都比咱上位者更加易碎。皇城之下悠然如此，而他们的人生，普天之下还有多少涂炭之生灵，也更容易被碾死。我生于世是错，可是那些生于世者，我的名何辜何罪？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承担我的错？你将功成万骨枯，你说的骨是我的民。老王，要让这天下行善者得善终，行恶者得恶报。本王要这天下的是非不再颠倒，老王要让这天下不再有无辜受冤的百姓，这就是本王的图谋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死一万人是个数字，死十万人、百万人也是个数字，你和我都挡不住啊！置君府为尧舜，免百姓之饥寒；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民为重。这样的道理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？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，哪座山还在？回陛下，都在。在哪里？在史册里，在人心里。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，若无百姓，何来天子？若无社稷，何来主君？司空不够，丞相不够，魏公不够，大王也不够。以后想要的是什么？一步之遥。愿他的目光能看得更远，能看到山河统一，天下太平。边界权其有端，最是无力。全君臣义，诚父子亲。就算留下了身后，家国永安，天下太平。庆祝君子今日，和干将百里成仁。仁